赶紧坐下吧。雪儿，你还小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你不应该就这么混下去。我想好了，我想送你去温泉市继续读书。我不去，我要在这儿踏踏实实等我妈醒过来。可如果你妈要是总醒不过来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去找那坏男人算账去。雪娃，九娃，我能不能搭你车呀？干嘛？我想去乡里。去乡里？去赶集啊？不是，我想去温泉。去温泉？上来吧。谢谢。慢点啊。嗯。好了。好，坐好了啊。过来一下！哎，你干嘛？我不认识你呀。这个您认识吧？这么多钱，您要是答应我的条件呢，这个就是您的。那我怎么跟方慧说呢？你就说你家里有事儿找我来替一下不行？好，那好吧，那我去收拾一下啊。去温泉市了，我想他一定是去找江云阳了，也不知道这孩子啊能惹出什么事儿来。我再到你那边去看看。贝贝回来没有啊？下班了。下班了。哎，你那么脏画，我的画还不都死了？进去擦地板吧，啊，我自己来，我来。吴阿姨，你也是，家里有事儿，他怎么找这么一个人来替呀？算了，我来一样的啊。哎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哎呦，这全都是水，你进去收拾吧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哎呦，这还不如我自己干呢，这是。哎呦，方慧。你怎么在拖地呀？来，你给我来啊！今天怎么那么勤快呀？下午开了一下午的会，都做烦了，活动活动也好。你说这吴妈，她爸
把我全班计划全都打乱了，这我还得自己去煮饭。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啊。妈，我饿了。哎呦，宝贝儿回来了。哎，妈现在给你做饭呢啊。咦，你是谁？我是新来的小保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雪娃。雪娃，这名字好听。我是江贝贝。你好，贝贝。贝贝作业还没写吧？去，上楼把作业写了。好，写作业去喽。哎。雪娃，这时候你应该在果园里面陪你妈妈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你妈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别影响工作。贝贝，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会做饭吗？会。会使电饭锅做饭吗？嗯，会。不就是淘好米，放好水，插上电，就不用管它了。这鸡蛋是你做的？嗯，下回做嫩点儿。哎，还有我的牛奶和葱油饼呢。哟，葱油饼我忘了，赶快赶快买去。哎，其实凑合吃点就行了啊，喝点稀饭不也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得了吗？丢做事丢三落四的，我就是让他学点规矩。吃，孩子，吃吧吃吧啊，吃吧。来来来，给你也是勺。你说他现在不正好是上学的年纪吗？怎么就不上学了呢？哎呀，农村我待过，还不是因为穷吗？我听说农村实行大包干之后，家家都有钱了，怎么就没钱给孩子上学呢？你得分什么地方，他该穷的地方他还是穷。葱油饼买回来了，哎，吃吧。好。你为什么叫雪娃呀？哎，很好解释呀，这是下雪天生的一个女娃子，是吧？又有你的事儿。他说的倒是没错，我妈也这么说的，我就是下雪天出生的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我交代一下你该干的事情啊。地板要擦，爷爷的痰盂儿也要洗，还有洗手间也要洗。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要浇水，还有贝贝放学你要去接，这些吴妈都跟你说过吧？说过了。还有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讲究，就是爱干净，见不得灰尘，没事的时候不要进我的房间。还有贝贝做作业的时候你也不要进他的房间，记住了。嗯，记住了。你放心吧，阿姨，我会好好干的。干活去吧。